的例题百变魔方超级好玩，是对数学非常狂热的德国艺术家安德里亚斯发明的。经常玩一只玩具的孩子要比同龄孩子聪明很多，在玩的过程中无形中锻炼空间想象力和逻辑思维，比如图形对称、空间错觉、视觉错位，每个立方体都可以变化多种形态，发挥想象力，感受模型的结构逻辑思维，发现更多新的玩法。玩着玩着就锻炼了空间想象力，看着看着就领会了三维世界，多个一起组合可以解锁更复杂的形态，产生更强的视觉冲击。同款魔方在视频左下角购买。